能看看。好，电源小事儿。那边大口，大口。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啊，新兴分局与刑警大队啊，目前呢，专案人员在现场一共有查扣车牌以及两把手枪及子弹哦等证物，这些证物是不是都是你的？是的，是的哦，你分别涉及枪炮及刑法杀人罪。是，好，我们现在依法逮捕。你不知道在火锅店里面开枪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吗？是财务纠纷吗？看没我的呀，欠多少钱？看没我的。没啥，没朋友。